他们刚刚推荐所有的餐厅东西很便宜也很好吃，我来看一看。韩国瑜上班第一天马不停蹄赶行程之外，当然也要好好逛逛高雄市政府幕僚大力推荐的餐厅，当然不能错过。我买一杯热蓝条吧，您要热的，我刚洗完泡了一下。不仅自掏腰包买咖啡，还给员工一个热情大拥抱，好不容易有个空闲可以喘口气喝咖啡，还到了顶楼的户外阳台欣赏高雄景色。你看你这矿看上去心旷神怡耶。对，真的 view 不错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让我们心旷神怡啊。现在目前都太阳能板挡住了，怎么个心旷神怡法？有没有像龙头？是我看不出来。吉祥之瑞的意思，祥瑞啊！我觉得市长做不好是猪头。天空中偏橘色的云朵被说看起来像颗龙头，但被市长幽默一句，怕自己变成猪头。看得出来，韩市长真的压力很大，肩膀千斤万担压着，真的得努力拼经济。短短逗留几分钟，又端着咖啡杯回到餐厅内，准备下楼继续上工。韩市长身体欠安，连咖啡厅老板娘都知道，一杯特调饮料献给市长，帮他加油之外，也希望他顾好身体，才能有体力带着高雄发大财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